旅美投手王建民今天现身中华职棒联盟，他将在30日展开的投手训练营担任助教，指导业余及大学棒球球员。旅美投手王建民说，你会学到一些以前都没有听过没有学过的东西，你认真去学，认真去听，你的收获就会越来越多。受中华职棒之邀，王建民将和佛州棒球农场一起传授投手技巧，不过现在也透露他与佛州棒球农场的一个小故事。他说，虽然佛州棒球农场的训练让他去年成功重返大联盟，并在皇家队待满整季，不过王建民说，其实他一开始很排斥。旅美投手王建民说，经纪人张家元一直想要叫我去，可是我那时候还有想说，为什么我要去那个学校，我已经在大联盟投球了，可是为什么我要去一间叫你用气球丢球的学校叫，对呀，就觉得。旅美投手王建民，记者郑朝文摄影分享。